最近这两天，比亚迪全新的电动车海鸥亮相了，很多人呢都比较的感兴趣。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，大家在关注海鸥的同时，也别忘了看另外一台跟它差不多的车——五菱缤果。12号，五菱官方正式的发布了它的官图。相比于海鸥那种比较硬的线条啊，缤果的那种圆润其实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。相比于宏光 mini EV， 缤果的颜值明显是要高了很多，当然它的定位也会更高一些。圆圆润润的线条很优雅很可爱，配上五菱的 logo， 还是真有那么点豪车的味道。前后的灯组点亮以后也是非常的漂亮，整体的高级感确实是比较强，至少在同级同价位的车里，缤果的造型绝对是一线的。缤果的尺寸比海鸥略微大一些，长度是3950毫米，轴距是2560，并且还采用了掀背的尾门，非常的符合城市年轻人的审美。五菱缤果车内的定员也是4人，其动力有30和50千瓦两种电机，那据悉其续航也有203和333公里两个版本。那新车有望在今年的3月份上市，预计其售价是7到10万块。缤果这台车啊，定位是依旧还是城市代步，因为价格不低，所以它即使颜值很高，未来的销量呢可能也很难超过宏光 mini EV。 但是缤果很适合城市里的小资青年，有格调，价格又不太离谱，所以这台车还是挺值得这类人关注一下的。